今天为您介绍的是20世纪荷兰著名音乐家及指挥家 Andriessen 的作品。 Andriessen 他的作品虽然不多，但为了教学及演出所做的创作，却获得许多作曲比赛奖。在1954年所创作的《圣母颂》是一首女声三部伴奏合唱曲。这首曲子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结束时的阿门段落，旋律由上而下，优美动人。 让人感受到玛利亚就如同天上的星辰一般闪耀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动听的《Ave Maria》。